这些绣线今天要去它新主人那里了，要跟它说拜拜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刘二蛋妈妈。就是前两天我不是拍了个小视频，说我要把我那个积攒的十字绣绣线都送给大家嘛。然后我的西瓜小视频的话，有不少的网友在底下评论说都想要我的那个绣线。今天的话就给大家把这些绣线都发快递给发出去啊。看我们现在开始分线了啊，看这些线。今天要发去给一个新疆的顾客。新疆的话，我们之前问那个圆通快递，然后他说圆通的话就是新疆只能走乌鲁木齐了。等一下我还要找一个其他的快递，看能不能给他发货。这都是我的线，看这些线都是一根一根的，特别好。我们先把这一只一只的都给撒出来。先给撒出来。毕竟要发给人家的嘛，肯定都是要一只一只都要最好的。我姐在这给我帮忙呢，这些都是这种线。哎呀，今天拍了个小视频，真的，这手机没有地方搁了，然后都放到这个板凳上面搁了。先把这个线一根一根给它捋顺，先放这。我们新疆的这个顾客也是真的挺大方的了，因为我们给打电话问快递了，然后他们说是26块钱快递费，然后新疆的那个顾客直接给打了30。哎，我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啊，我就把线多给你一点吧。先把这个一点一点都弄出来，这线有的都鸟到一起了。我先把那个新线给弄出来，像这都是新线，像这线，哎呀，天哪，这一根一根都在这里面，先把它放这里，整线先给它放里面，整线的话，一会儿我给它弄好，我给它油去，哎呦，这还有个钩针啊，这是我啥时候的钩针呢？这可能以前我是学那个学打婴儿鞋的时候那个钩针，这个都好多年了，就像这钩针，老古董了。这钩针在俺姥姥家也几十年了，这俺姥给我的。那台子的这钩针可能是。他把这个整线。钩的鞋给你腻了不是？对，钩的鞋都给他了。这个都是整线，它是整线，这都线都好好的。像你们要是给家做个什么鞋垫啦，做个那个什么桌布的什么的，都好好的，这都新线。做个鞋垫那料那是这些线。对。你做个鞋垫也中。这全部都是新线，这不是说那种旧的什么的，像这些都是新的。因为啥？我那时候绣十字绣，我太节省了，我绣线都可省了这。所以说这都是没有用完的备用线，都没有拆过了，然后十字绣绣好了，这些备用线都还没用上呢，所以说给它分好了，然后先给它邮到新疆。为啥？光是想开的。我没想到的就是我在这个西瓜视频上面还挺火的，我一说送线的，然后我的西瓜视频那么火，几万的播放量。然后这个线，把这板上线一会儿给它都弄弄，板上的线，要像这些不好的话，再说，等一下给它弄一下。哎呦，这个掉了。像这儿，它这里都是好线，像这个都有多少只了？人家都出那么多，反正是。我这线其实都是好线的，就有好多，都有好多都是那个当时都说是进口的，还是什么棉线的什么的，说什么哪国家进口的，埃及的吧，什么的，还有一些都是棉线。哎呦天哪，还有这么多。好线的先给它整一整，就是不好的再说吧。
整线的，我都先给他整一整。嗯，像这个线，都穿到一块儿去了。要不拿剪刀给他先剪一下，不剪一下还吧，捞不开。我这线多着呢，都是这种好线。嗯，这线我主要都也没有啥成本了，这里面都是整好，这我也没有啥成本了，因为绣十字绣，那这备用线都没有用完，有些线还没有拆嘞，然后呢，这十字绣都绣好了，像这也是，我们拆这个线呀、啊，滚啊！一会儿给他下一个单子。嗯，这大半包的，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到新疆，新疆石河子的。石河子，石河子属于那个。也属于他们地级市吧。嗯，属于啥呀？属于去新疆的大部。嗯，人家去过。我去过。你去过吧？就咱没花去。离咱这可远了吧？可远了，几千里呢。嗯。石河子。石河子上那运费可贵了，打那个，打快递问快递，让都二十多，二十六。新疆那走那个。嗯。新疆上那运费太贵。嗯。因为太远那个。对。石河子。嗯。那你那时候坐车坐多长时候？应该是去咱棉花了。嗯，是石河子了，石河子那石油那苹果两毛币，都在石油两毛币，加灯大咔子了，哎呦，还开的要热气是吧？就在坐好几个人，还去那个，当那没有砸了，还有还有过来砸忙了。嗯。让那么好。嗯。新疆那么不是有核桃？啊、嗯。大枣，可出面的，不倒个。嗯，我都可出面。让那特产可好。嗯。所以说一会儿我给新疆的邮去吧。新疆那边他都是啥吧？他没有在那内地那卖东西都便宜。呀，新疆东西是今年再说不着种新疆的这个的没有，新疆这个到底好吃。嗯，但是我想都啥吧？老意思，人新疆的嘛，老意思一卖网上卖东西都太贵，他们的运费贵。运费太那个。嗯，他的运费太贵。嗯。新疆、青海，嗯。这个有青海的问我要线的，我一给他打听运费，说18块钱，然后他嫌贵。他也不要了。嗯。最后那个新疆的，他说，30。26，然后他说我给你付30吧，然后呢，他不行，哎，姐你要这不呀？真，租货真。我那会卖的那房价那个吧。多嘞。多嘞。这是你卖的是那个？几十盒。十字绣还带着针的。不是租货针，不是那是不是十字绣针。我娘还有这针。这是租货针。哎呀，那时候不是想买，想搁十字绣店里头想待着，别啥买的，没有啥可买的。那一片跟村那一片不有老头老婆？那时候老有那老头老婆们租货，然后呢，买点租货这个待着买的。啊。后来我一个去那去那早市，我又买点那个样的，咱们租货那一种针，这针太细不是？嗯。我又买一盒。就是那，你想或者几号针都有。你下回了，你不要再去卖针了。我卖完原来我卖那种钻风箱那种针，那个咱种针，刚性不好。嗯。嗯。你要下回再用针的话，照我心中好了，我针多。哎呀，那我这都不用针了。我又卖了一半。嗯。
这是我说卖的吧，我也扛往家卖的那个东西的，我说以后你理不了。嗯。这是打工险，跟这一本险，还有一本险还跟上冒嘞。哎呦，这，但这。这一保险是跟上，还得六一保险跟上两毛的，这都送出去了。我妈说这都没有啥成本哎。啊，没修柿子，修柿子修的时候用这险没有用上来，这那个土都修完了，用不完。都我淤。他搁那都淤的都多。后来我俺缝多淤那哈鞋，那哈鞋，后来我那会儿给责任料啥的，都不有那哈鞋的。啊。他们个淤的都多。嗯。所以说你看。像这些都用不了了。嗯。你想想起来，你大个啥的不是？嗯。咱不，咱这没空大，我一个人看大点儿的，看大的人没有空大了。嗯。你讲的狗窝的狗大养窝的。我以前。是不是那个养窝、嗯、那个这个鞋也懂呀、嗯？啊。我买十字绣的时候，你看我的针。看看我买十字绣的针有不是，单买这组货针，有多少？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早走了。那时候不是一向来这组货针不也是这针呢？单买点这针。啊，但是这种针它刚性没有那种针了。啊，就是那老头老婆们他们缝衣裳了管个用。但是做针那个都散了。嗯。嗯。那时候小，咱也不懂，咱也不懂。哎，长到咋回事吧？嗯，长到身体，想要大的有大的，小的有小的，都是啥？对，这都是个，真的套盒，你想要哪一号要哪一号。再个你啊，也能放。都是。这真的好好，这线都好好的，这新疆的，他这是一本。嗯。该上班了吧？嗯，50了。啊，该去上班了。50了。叫你来跟俺实习了。干啥？我没干啥。没有干啥。一会儿叫快递来给他收了。这都是这针，这线。嗯。我也真不知道我这个西瓜视频那么火，拍个我的休闲都那么火，这都这么多，哎呦。嗯。再把那好的都那个都给我挑出来。嗯，这怕你还得再捋捋。嗯，再捋捋再说，回来再捋捋吧。嗯。那你这都是个媳妇火，你得买，你不能吃鸡。嗯。没有事。明天继续捋着，明天继续录我的小视频。把这新鲜的，这都是新鲜。这哦，你都是新鲜。你这个是，你这也都是新鲜。对，都新鲜，都没有用过。嗯。我都没有用上，你看都冒下来。这都是新鲜。嗯。这都是新鲜，好好的鲜。当时卖的时候，他们说是都是进口什么的。哎，没有用完，反正是也没有啥成本了。那你进口不进口我那个的是吧？嗯。但是这些你摸着质量都不一样。嗯，你这面的大姐。嗯。这些的质量都好，疙瘩它不起疙瘩。不起毛疙瘩。嗯。哎呀，我是剪不断理还乱了，呵呵，看看我的线，剪不断理还乱。慢慢来吧，我们继续理线吧。这个几个理不完的灭个理。今个先把这些线给我发走了。新疆的，
像这些都好好的。嗯，这都好些的。行了，咱今天的小视频就到这儿了啊！拜拜们，老铁们，拜拜。